卡纳瓦罗还是看不下去的，派出了这个外援。前面看到恒大这边这个老队长郑智也上了哈。对，好，那现在比赛开始。这个不太现实，关键是心理上要好的好机会。哎呦哎呦，漂亮漂亮漂亮，申鑫客场领先。哇，这个没话说，这个真是漂亮啊。这场面倒三角回来第一下，这下突出来之后，丹尼尔骑马的侧身凌空。哦，好的机会啊。哎呦，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尽早起脚啊。点球，好的点球，直接被郑智形成前插。吹的是黄威吗？张一诺 vs 高拉特啊，稳，说这个特别多，真是的，没什么。这边的真的，2-1，哎，这个就是足球场上，你有时候自己犯下的错，是第一下回报没，第一下报应没来，第二下报应马上到了。今天这边发过来的一直是战术角球，没有发什么高球盘，中间没有勾到高拉特中间。哇，这种就传的速度很快。好的，从后道线过来，哦，漂亮，哦，就看速度，甩开，于汉超有速度了，换不换给他尔度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真厉害！于汉超过啊，郜林啊，这对不起，结果是郜林从边路抹到中间反击进攻啊，就是这一下，我们看麦小贝轻轻一撩，线路和速度真的都很合适，证明自己了这一脚。这一脚压得很稳，哇，这球真的传跑时机非常合适，趟两步，趟得很舒服。1-3了，后面两位防守队员加上一名门将。对，这个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摆布啊，不，这个球是球领的人，可以看中场中路张五爷上来直接找高拉特，转移高拉特，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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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凌空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你看这个球他就控制得住，是，哇，这个球张一诺手型上可能准备还不是很充分，这个球其实打的力量不算很大，角度还是有点正，但是弹在手上还是弹进去了。是，你再看一个小反弹就是压得住，长得差不多，很正常。过来张五爷，哦哦哦哦哦，漂亮，你看张琳芃好好的压住了船，你看两个助攻了，是，两个助攻。你看停下来向底线变外扫到门前，哦，真的很漂亮，快速第一平球扫门前。这一晃很重要，就是你说的晃过了这个可能有点像他的这个，这一晃直接让孙凯的这个重心失去，给自己留出了这么一点点。又在塞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打光了，喂，于汉超两个。是彻底放开打。再看，哇，传得漂亮，高拉特的助攻。你说不对，节操不坚呀。对，这个频道不对啊。好，频道不对的时候终于结束了。汤楚尔即将恢复女神形象。是是是，我待会儿尽量出镜的时候笑得稍微和端庄一点，对吧？端庄一点。